判不实。那看一下汉布什这套单杠动作。那汉布什在完成一个特尔曼的时候掉下器械了。特尔曼这个动作的价值是一个0.6，但是掉下器械要扣0.8。好的，再做一个做成了，反套180。直接特卡切夫，再分腿特卡切夫。后环跳转，单环跳转500次扣钮。他的下法是直体后环两周加转360度。下法可以获得一个0.5一组难度的加分。刚才这一段的科尔曼也是在1995